近日有媒体曝光了贾乃亮、王源、杨超越等哈哈农夫成员一起在工体某日料餐厅聚会的照片，期间王源频频吸烟吞云吐雾，动作十分熟练，有网友表示完全是个老手，与昔日阳光活力少年形象不符。也有网友提出疑问，日料餐厅难道不是禁止吸烟吗？随后王源发布道歉声明称，对不起，这件事让我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，对自己造成的不良社会印象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，很抱歉我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，我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处罚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